要數到香港獨有文化，我的首選就是武打電影。外國人講起香港，第一時間就想到功夫 Chinese 功夫。他們認識的功夫的途徑就是香港的武打電影。數回國際巨星，就是我們袁家班門下就已經有成龍、洪金寶、袁彪，他們已經都揚威了國際了。我們這一班人之所以可以有得發揮，都是因為香港是一個這麼奇妙、這麼特殊又這麼難以形容的地方。正因為這樣，這個彈丸之地才令到人才輩出，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小的時候都是看黑白黃飛鴻片長大的，我覺得喂，一個英雄穿件唐裝衫嚇，碌大隻眼，阿寬，哇幾威啊！你想做到咁樣？我想喂，呢個先係 man 嚟噶嘛，即係中國人嘅威嚴嚟噶嘛。我覺得我應該學呢種功夫嘅文化啦，開始學功夫咯。中國功夫好多門派噶，係咪啊？蔡李佛係有蔡李佛，有白鶴，有太極，有詠春。嗰個諗啊，我要學黃飛鴻嗰只。黃飛鴻嗰只咩嚟噶？洪拳啊！1948年咁上下啦，導演胡鵬咧就同埋當時嘅作曲家吳一燒咧就諗下究竟有咩題材係可以拍嘅，特別係以呢個動作武打為嗰個電影嘅題材，就呢個《工商日報》咧係出咗呢個《黃飛鴻別傳》，係邊個寫嘅咧？就係黃飛鴻嘅徒弟朱如齋寫嘅，就係香港電台咧就鍾偉明先生亦係開始講述。呢、这個武俠技擊啊，咁啊亦講到呢個陸亞彩，陸亞彩亦係黃飛鴻嘅師傅嚟嘅。佢哋睇到讀者又有，聽眾又有。咁如果拍黃飛鴻嘅話咧，就一定係會有觀眾嘅。果然咧就拍第一部《黃飛鴻正傳》咧，已經係非常之賣座。咁於是就陸續有來。我記得咧，石堅同埋瓜啲兄自己讀廣東粵劇戲班裏邊啊，廣東粵劇戲班啊。專做六國大風尚、拉馬頭嗰啲叫做龍虎武師。黃飛鴻嘅時候咧，合作個大家動作，搞咗個工會啦，咁啊大家合拼嘅可以出嚟拍啊打啊啲動作啦，就叫做龍虎武師。多套黃飛鴻電影咧，夾埋曬咧，我哋可以睇到嗰個傳統中國嗰個民族嗰個變化嘅，過去消失咗嘅一啲現象咧。即係一啲玩意啦，一啲民族嘅特色啦，都仲可以喺黃飛鴻嘅電影度咧，係勾翻出嚟嘅。聖保羅炮艇，佢點揾你哋一班龍虎武師同埋揾你指導出嚟咧？我哋邊有資格做指導啊？我哋係希望去求一份職做啫。哦，咁後來佢嚟香港招募啲人，就招募武師，就要識反應嘅，識打嘅。哦，咁我哋求職，佢收咗我哋之後咧，練習，仲要練習要一個月。我哋學習嘅時候，每日有50蚊嘅。佢哋係用威亞，係用威亞，係做反應嘅。又係做反應。係啊，佢覺得咦個反應好喎，又偷啦。咁我哋又偷嚟用啦。咁覺得呢個威亞我哋可以做飛人啊，飛來飛去。憑報仇成為香港第一個亞洲影帝嘅張哥姜大偉，亦都係聖保羅炮艇華籍演員之一。有3日訓練我哋嘅。係咯，我就話就3日訓練咯，點訓練？嗰3日訓練，我哋咧就喺尖沙咀嗰個青年會咧，借一個地方嘅。點樣擺鏡頭？點樣做反應？點樣即係唔穿崩啊？點樣做反應而仲有安全咧？安全上係點樣吊威亞？點樣用紙皮盒？水滸傳個大廟，你記唔記得？有個大廟啊！大廟上面仲有屋嘅。我要喺大廟上面嗰間屋度咧，個窗口度。跳落50尺噶咯，嗰度好高噶，嗰度要跳10多尺啦。跳落嚟，然後走過去大廟嗰個屋檐之後咧，睇唔到機見唔到啊嘛，擒上把梯，嗰把梯再跳落彈床，彈床再飆出去嗰個屋檐。嗰屋檐我諗大概都有打橫講都有30-40尺。你要過個屋檐啊？過屋檐，啊彈床跳起嚟咧，見唔到嗰個紙皮盒噶，係啊，因為個屋檐遮住曬。其實已經鋪咗好遠噶啦，但你見唔到啊！一彈出就要哇飆出去，直情曬出去一個大翻。
就記得嗰次啊，落到地非常之好，就一啲事都冇。李小龍個人，你覺得佢好似好永恆咁樣嘅？去到外國，喂，有個鬼仔走埋，見到中國人問你，喂，你識唔識中國功夫咁樣？咁又跟住問你，你識唔識李小龍啊？佢哋會係咁樣。咁你會睇到全世界好多人為之瘋狂啊，仲去投入嗰個感覺。有冇試過即係譬如喂同佢玩啊咁樣揸住把嗰個感覺係點樣嘅？即係試過啦，十七個人揸住個把頂佢嗰一腳啊嘛。有啲又喂你做頭啦，你做尾啦，頂一腳伸埋嚟 ，boom 好似啲個保齡球嘅碌埋去嗰啲樽啦 ，pling plang 咁全中。記得李小龍咧有一腳踢嗰個鬼佬咧，我見到蘿蔔窩啊，蘿蔔窩嗰條油豆腐咧係咁嗰場戲咁震，我哋成班咧。六七個嗰啲武士咧，企喺蘿蔔窩後邊，咁樣即係扎行嘅馬，即係睇住李小龍咁樣，砰一腳踢個蘿蔔窩咧，我哋後邊嘅砰瞓低，當係咩啊？當係嗰啲叉叉咪墊住啊！嗰啲護剪啊，擋住佢，即係等佢唔好褪出鏡，即係我哋嗰啲人去頂佢。我記得哇，真係好勁啊！我啊曾經啊聽聞日本仲犀利添，佢哋咧揦啲雙截棍咧嚇，搭咗個台咧，邊個願意上去？打雙截棍，邊個打到啊？贏嘅嗰個就係李小龍。下幾年、三年前，我去西班牙，即係問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即係去邊啊？邊度嚟㗎？我話 Hong Kong，Hong Kong 邊度？拗曬頭，香港邊度嚟咧？諗下咁啊，哦 ，Bruce Lee 咁啊，咁咪知啦。嗰啲鬼佬腳走嚟香港買，一定買嗰隻黑布鞋㗎嘛，Chinese 功夫，一定要著個唐裝Chinese 功夫，呢啲啊名牌啦。總之嗰陣時一著咁嘅衫，著到咁嘅個黑布鞋咧，就係、是、哦 ，Bruce Lee。我哋香港嘅武俠片、動作片，就全世界嚟講真係獨家嘅，因為係李小龍嘅關係能夠先打開呢個市場。香港動作片，係大學嚟嘅，個個都喺呢度經過行出嚟先吃香。成龍好，李連杰咁啫，最簡單就李小龍。係喎，李小龍當然係為我哋香港人打名堂出嚟啊！但係佢都係其實佢係半個荷里活，係《青鋒俠》翻嚟拍《唐山大兄》係更吃香啊！因為香港嗰陣時嘅武俠片個定位好高啊，同埋我覺得係得你做到嘅啫。咁所以之後你所成龍啊、李連杰啊，甚至乎而家係甄子丹啊，都係喺我哋香港讀電影裏邊咧係培育出嚟。佢係可以即係令到民族嘅。精神啊，令到大家身為中國人係覺得，我身為中國人，我係好光榮嘅。佢打日本仔，但係日本仔又對佢仍然好崇拜呢個人物。真係咁多套都有打外國人啦嚇，即係美國又好，英國又好嚇，或者意大利人都好。咁依然佢哋對佢都係咁擁護、咁瘋狂。尤其第三世界國家，可能有啲非洲國家咁樣，佢哋又係好中意李小龍，覺得李小龍係代佢出頭。咁啊，曾經試過一個選舉喎，選呢、這個。全世界十大即係最重要嘅黑人選咗李小龍啊！李小龍唔係黑人，但佢選咗李小龍出嚟。民族意識嚟啦，東亞病夫啊，砰！就大字啦，大日本仔啊，係咪啊？咁跟住掹你 Chop Rollins 嗰啲毛先嚇，掹龍哥哥嘛，喺個意大利嗰度啊，羅馬嗰度嚇。佢一路一路咁樣反為鬼佬接受喎。嗱，佢又冇帶侮辱性嘅，佢唔需要打死嘅羅麗士嘅。喂，我中國功夫就係咁樣。雖然喺大家心目中，李小龍嘅地位係咁高不可攀，但係為求最佳嘅電影效果，唔擅長空翻嘅佢，亦都樂意將呢一個出鏡機會交託俾其他人。袁华最终成为咗《龙争虎斗》入边李小龙嘅空翻替身，佢呢一番举世震惊，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华哥你好犀利喎，咁你做李小龙替身噶？系啊，咁我都好荣幸佢。天时、地利、人和，造就咗李小龙呢一位英雄嘅诞生。台前幕后嘅付出，令李小龙呢一个名深入咗每一个影迷嘅心。呢一份崇敬不受时间、年龄、国籍所限，甚至吸引一众外籍人士专程嚟到香港寻找呢一个龙的传奇。I was a young kid and I watched a lot of movies. And I watched Bruce Lee movies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 was around
10 years old, and I just loved him from the first time I saw him. About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Bruce Lee, where he come from, where he has been living, and where he grew up, and also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kung fu. 一條好幼嘅鋼絲就要我喺16樓飛身出去，就到3樓。 如果條威亞斷咧，我就係係啦，係咁多噶啦。咁我就話：喂，我睇唔到街喎，咁我點飛出去？如果我飛唔到咧，我撞落6、7樓，我會撞爆頭。咁佢話：個最難唔緊要啦，得噶啦，你企好下。嗱，我一腳就踢你出去，卒之嗰個摔咧就係一腳踢出去。我哋落嚟嘅時候咧，嗰隻眼咧，嗰啲眼珠就一路跑跑完去個山嗰度咧，係打幾下，打完幾下就要滾落山，咁樣就反咗過去。係啊。